线，四流程线。等等，我看你出的，慢点。这边它有这个，这边这个吗？双击。Double check click。这边是程序吗？等会儿我找个数。这个什么？这啥意思？更新。嗯，更新。这哪个？啥意思？哪个是找驱动的？第二个。第二个。哎。是。寻找是吧？自动寻找第一个。不是自动寻找。哪一个？下边这个东西，不是自动寻找。好，找它，再找选择目录，选择咱装的软件的，咱不是装在 iPhone 上里边了，对吧？驱动。嗯。看了所有驱动。嗯。这边驱动下边不是有进程字吗？这边。G C 慢点，我操！行，OK。Double click， 对 ，OK。点下一步，这啥？啥意思？你想要安装此软件吗？这个是，是点它吗？是。再开始装完 OK 了。行吗？啊，找吗？对呀。好，已经成功找到了。啊，关它是吗？关了它里边有了这个背景进程词吗？有的，有的。背景进程词类什么 ？USB 都有了吗？不会显示问号或叹号的，装完了，关了。这个驱动装好了，大概五块钱呢。把电脑拿开了，看着。这边这是软件，这是软件吧？这是软件，把这个发送到桌面。Send to。桌面。Desktop。这个吗？嗯。对吧？打开。它会显示啊，这是不是重新的？点。等会儿打开了。进来了吗？进来之后。